害羞，他整个脸都是红的，但是他还是坚持的在场上去完成这个这样的互动。我觉得其实他也是战胜了他自己，我觉得这就是体育的其中的一个魅力。特别的机会可以跟丁颖交流，所以就是感觉到特别开心。然后就是刚刚在跟他打过程中，也会发现就是这种国际级的顶尖选手的发球就是特别不一样，他的旋转跟那种加速度的感觉就是不同层次的感觉，所以在接到的时候就是非常的震惊，然后就是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。